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开箱文呢，是 Momo 这次的限时活动 iLook 买一送一的石墨烯被子。那它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标示，它是睡眠的黑金科技，它能够恒温控温，有远红外线，还有除臭的功能。那这款的被子呢，是我第一次买，因为它里面号称有石墨烯，那它能够让人体在被窝保持一定的温暖舒适度，而且有除臭抑菌的功能，而且它能够干爽透气，然后有创新的纤维，还促进循环。那它这一款的被子，它有很多的图案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它这边是由久暖国际寝具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东西，然后它还有详细的说明。那这款被子呢，它有很多款，那因为要买给小朋友的，所以买了这个兔兔款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被子的棉质也很好。那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支持 MIT 的国货。那这一部分的话呢，它的产地是台湾。那表布呢，跟底部是莱赛尔，然后加天丝棉，还有聚酯纤维。那填充物是聚酯纤维，但是它含有石墨烯的成分。那可以水洗，那但不可以烘干。那通常聚酯纤维的东西洗一洗，只要脱完水之后，它很快就悬挂，它就会晾干了。然后它不可以熨烫，也不可以送干洗。那这款被子呢，因为夏天快要到了，所以蛮适合小朋友在冷气房里面盖的。那兔兔也很可爱，小朋友很喜欢。那这个颜色是浪漫紫。介绍给大家。